对于我的绕境进乡推车，大家反应还蛮热烈的。今天来拍一部推车的开箱文视频。这是我的绕境推车，绕境时的正面情况，看看会带些什么东西。绕境推车的左边挂载的情形，推车右边挂载情形，这是推车的后面，我们人站的这一边挂载情形。挂灯的好处就是让前后方来车知道有行人在行走，提醒要小心。善心的信众赠予的 LED 灯很可贵，自己也舍不得丢啊，所以就用了好几年。每年绕境回来就把电池拆了，今年再重新装组新电池，一组新电池组可以去又回来。现在我来示范换电池，其实很简单，就不用每年被送新的 LED 灯，可以改送那些没有经验的人。打开 LED 灯，先判断是四号还是三号电池，正极对正极，有铁线的一方是负极。按下开关能点亮，那就是装对了。再把盖子盖起来，盖子是需要一些小技巧。盖好盖子，如果是怕下雨天漏水，可以用胶布点和布给粘起来，好粘住。再把塑胶袋装上，就跟新的一样好用了。绕境进乡常常会走夜路，怕危险，才会有好心人士每年都来送 LED 灯。所以我们要珍惜的使用，有经验后绕境进乡时就可以自己买 LED 灯。我们现在来说说自己带完是必要的，既卫生又环保，乡路上的一切啊都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要学习做环保，自己带完快。随身随车带个塑胶袋，可以装垃圾，让垃圾不落地，阿妈做也不必。盥洗用具记得也要带，虽然提供沐浴车的也会提供沐浴乳，但有带了这些简便的比较方便。带一些束带以备不时之需，在路上需要用到的时候很方便，有时候还可以帮助别人。备胎一定要带，因为长达九天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。有一年半夜大轮子坏了，有一年前轮坏了，都很惨，一时间都找不到五金行，哦，没办法换。因为怕行李太多，轮子备胎也都只带重点的部位，例如大轮子只带比较会坏掉的陪领部位。工具包里有备胎，有大轮子的陪领，还有换胎的工具等。用推车好处是可以省力，缺点就是要学习，
会修理，都准备了，别人遇到了也可以帮忙。我们来看看前面部分，斗笠是绕境时的标准配备，可以遮阳，也可以挡风，它很好用哦。但是有几个重点要加强，新买的斗笠都是减配，很容易被风吹走。例如袋子的固定器要两个，自己增加。要用两根免洗的免洗块固定在上面的接触点上，让它比较多点。脐带脐子的袋子虽然是信徒赠送的，还可以用旧珍惜的用，一个是2018年的，一个是2017年。我的进香旗2020年是防疫年，连绕境都延期，便将2019年各宫庙普令。只过活不拿新符，没想到连续三年了，疫情都还这么严重，便将先年来没换的古链都收集起来，留下来做纪念。纪念三年在祈福香路上的种种经历和沾沾兢兢的心情。手电筒是一定要带的，绕境时很多的时候都是夜间走路，很多地方没有路灯哦，甚至还会走过蒙阿波。这是前面洗衣篮，把洗衣篮拿下来后，我们还带了一张折叠椅，虽然有点累赘，累的，但是有地方坐，还是很方便。这种松紧绳也要带，绑东西很方便。洗衣篮里可以放值日的东西，例如睡垫。这是睡垫，帐篷，这是帐篷，这是雨衣，这是供香，我们会都带供香，睡袋，这是睡袋，雨衣别带轻便型的，遇到大风的时候，轻便型的雨衣很麻烦，会被风刮掉。冷的时候，这种雨衣还可以当外衣使用。洗衣篮内加个大塑胶袋，下雨天就不用怕了。所以说，爱修护衣，相同就可以装好一点的香。沿途有140几家公庙会用到。烟筒或者烟烫、水香、水香就是要燃香不灭，祝寿大典的香要一路燃香不灭回到家。这是烟筒的组合。很重要的是，再三的说，一定要垃圾不落地，碗筷要自备，酒精随时消毒。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绕境祈福如愿，爱平安顺利，疫情早息，谢谢大家平安顺利。